好的，首先我们启动辣椒酱烤肉的引擎。
看起来很朴素，但是这辣椒酱烤肉却具有巨大的光环。每次经过这条路的时候，都会因为烤肉的香味。是吗？啊，这可不是真的吗？让人流口水又津津食味的香气，不仅充满大人的厨房，还占领了人来人往的街道。在吃之前，充满了期待感。哇！哇！什么都是肉的香味。我女儿在乱叫，你们看一下这个光泽。天哪！请看这表面，男人把很普通的白米洗好，放进压力锅里。这个是熬酱油。用白米熬酱油。当我们充满疑惑时，后面的神秘材料接着登场了。Order the Galaxy S22 Series 5G now and enjoy up to $250 e-voucher. Remember now.学会怎么研究到底怎么学也学不出的太好了。
同学呢，真的被禁锢。没有正确答案，所以说学习是无止境的。对开店将近30年的达人来说，料理跟求学问是他们永远的作业。就算过程繁琐，依然坚持从路边摊到现在一模一样的酱油味道。即使让酱油的过程很累，也要坚持。请问达人制作过程到底多辛苦呢？加入其他材料，再把酱油跟肉全部拌在一起，获取辛苦的回忆也涌上了达人心头。一开始很努力，这整个制作过程都在外面吃的，光是搅拌这些东西，有时候冷到整只手都没有感觉了，都裂开了。冷到连关机以后，痛到手可能一整天都不能动。为了养家活口，无法放弃路边摊的生意，也因为是路边摊的生意，所以男人夫妇总是身心疲惫。我真的很幸运，一直好让他好好休息。上班只能让他好好休息。小时候不懂事，等到自己结婚之后，你想想，我知道妈妈已经很辛苦了。他这辈子就是为了我们，日夜颠倒，家人也不休息。我真的觉得很心疼他。男人夫妇为了孩子坚持到现在，家人们都不懈赶集，彼此间也非常珍惜每天一起工作的时光。我们衷心希望达人夫妇的家庭也能一直这样幸福美满下去。官兵检测结果呈阳性，可以返回。别担心，官兵风险较低，并无症状的感染者可自行在家休养，无需到诊所就诊。你只需向雇主的学校出示抗原快速检测阳性结果照片，非感染证明。你也可预约到任何综合检测中心或快速检测中心，在专人监督下进行抗原自行检测。预知详情，请浏览 covid.gov.hk。从国兴开始经营中餐厅之后，我们的达人自然而然就从15岁
岁开始跟随，不知不觉之中也活了40几年。原本只有15岁的达人，也迈入花甲之年。在各式各样的料理中，中华料理真是基本的。而这海鲜面当然就是达人最喜欢的食物。你们海鲜面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当然是高汤了。接到订单的同时，马上进行料理。达人直接就把高汤加进去锅子，来增加海鲜面的风味。这高汤里到底放了什么？牛心当然就放了大量的鸡肉进去。啊，这鸡肉之外呢？海鲜面当中常见的食材对吧？但是这食材却感觉非常陌生。这是海螺，必须蒸过，然后再放进鸡汤里面炖煮，特别棒。不知道我怎么把材料放进去蒸，这好像又不是蒸的蒸的感觉。这样听起来就像里面有不平凡的秘诀，所以决定好好观察一下做法。达人从平凡的细胞开始。直接用火烤细胞，才能让里面的水分充分发挥出来，这就是达人的秘诀。这是做什么的？来，现在好了，正准备要开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天哪！一干山大水闻到扑鼻而来的香气，原来这就是透明到花甲的花醋的秘诀。不对吧？我知道在中国，不只有白醋，还有红醋跟黑醋。通常黑醋呢是外出使用的，黑醋的中华料理真的很常见。红醋呢，有时会用来蘸料理吃，那味道超棒。红醋的功用很多，有时候我只能去除某些食材的特殊味道，又能适度增加香味。对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是茉莉花茶，要把茉莉花茶放进去了。对，没错。达人这时候多增加了一些味道。老板，请问这个可不是高汤吗？这还不算是高汤，是制作高汤的基础材料。哇，天哪！我们好奇真正的制作过程是，结果达人就拿出一条奇怪的东西来问我们解答了。拿出长长的绳子绑在架子上。米干山大厨好像已经知道这东西了。哇，麻将纸巾挂在大厨中桌，谁都是能配到他们应该记的身上。这很像北京烤鸭的料理方式。你看，高汤淋下去之后啊，直接贴身上的光泽。很像北京烤鸭的料理方式。但这种鲍鱼的壳里面还有大量的钙跟红漆膜，对眼睛很好，还可以去除身体毒素。总之，鲍鱼不是简单的食材呀。自古以来，大家都知道鲍鱼的壳不含营养，我们的天分都知道了。非常大的鱼，真正的鲍鱼当中还有很多。哇，鲍鱼的壳啊！来，这就是秘诀啊！里面不下水吗？大家都看到没下水，但是直接用酒下去煮海螺，真的非常特别啊！这高汤啊，一定会很鲜的。就这样，食材都熟了，这满足鲍鱼的生命状态，现在都有加了特殊的风味。米大厨当然不会错过试吃的机会。哇，海螺真的很软嫩，很香。真的，真的很好吃。如果让我吃，一次可以吃5个以上啊！等海螺吃完之前，还是赶快进行下一个料理步骤吧。好，接下来我把海螺放到这个非常热的锅里，然后把鸡肉放进去锅里。熬煮过程中发生了神奇的事情，消失了。刚刚原本还在，现在却不见了，是什么呢？鸡肉的皮居然自动脱落了。你在高汤里会慢慢融化。这样的话，汤的味道一定会更浓郁。哦，哇，这个点子真的太有创意了！而且为了帮退休的父亲继续经营这家中式餐厅，没有一个食材不是经过达人的一双手。就连海鲜面里面的海鲜也会经过达人的一双手。通常不是都用生的海鲜吗？如果海鲜先蒸过，才不会有腥味。对，而且汤头也会更好喝。我觉得这个步骤非常重要。达人为了让汤头更好喝，这件事情发生前经过一次，突然炒起了花生，然后放在锅上滚起来。原来是让花生的香气可以进到高汤里面，这时候要把花生捣碎才行。接下来，达人加入了糯米粉，这个步骤可以让汤头的香气更浓郁。撒上刚刚做好的粉末就行了。既然我有这种组合，如果这里真的是用糯米粉还有花
食用花生应该就是为了增加香气吧，而爆米粉呢则可以用来去除腥味。好了，把材料都准备好之后，就可以在上面铺上满满的海鲜，薄荷跟花蛤，还有海鲜边的粥，当然就是哇，还带上白菜了，白菜登场，用蔬菜锁住水分。这样做的话，其实可以有三个好处。没错，花生可以增加香气，然后糯米呢可以用来去除里面的腥味。白菜除了锁住水分，还可以增加甜味。对的，这样就三个好处了。现在就是面筋完成了。达人觉得白菜没蒸熟之后，就可以把海鲜拿出来了。虽然做了一辈子，但达人回忆过去时，偶尔忍不住的郁闷。小的时候，我想和爱妈妈真的过得非常幸福，我要照顾弟弟们，为了他们才撑到现在。达人自己小学都没有毕业，但是却坚持让自己的弟弟们不上大学。我们要找最快速的唯一的元素，这个不是合作。我是周浩远，真吗？一个人独自撑起餐厅，实在非常幸福。大哥真了不起，达人用他40多年的岁月坚持不懈，努力以后坚持写下精彩的故事。你也可以上 BWatch 免费随机观看以上节目。以下节目本集为辅导建议，建议家长不要参与观赏。让您担心了，我很抱歉。
道歉，叫你来也不是为了斥责你。在和膀胱不住的时候，你开导他，我真的很谢谢你。我也知道他能坚持命运，要不然不会接受别人的膀胱。但是现在连报道都出来了，我们能继续坐视不管。你应该知道在和有论及婚嫁的对象吧？是，他们家的人对你的事很不高兴。假如报道一定会更生气，即便你们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只要逃出一个屋檐下，就很难澄清楚这是误会。所以，我要你马上让他从你们家搬出去。那孩子是重感情的人，身上有药，从出去就怕有用。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？Or ten at a hospital, you need to see a doctor for more testing. Oh. You will
also do not need a recovery memo after you've recovered from the infection in order to return to work or to return to school. Yeah.
爸，你回来了。是啊。这么晚回来啊？晚餐吃了没？没什么胃口。哦，没人是不是？不是，那我可没有这么可爱。再回去澄清，那不是事实。那当然了。我，I knew it was coming! He's still in the middle.